你眼睛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照照。不，我这是刚接的信息，熟悉剧本呢，太感人了，看哭了。哦，好敬业呀！你找我来什么事儿？哦，对了。 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传家宝，是照着仙女藤天图雕刻的？你知道了，我哥告诉你了。哦，那个雕塑长什么样子呀？我好奇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这个，你怎么不让我哥带你去看啊？不是说只有故事子孙才能看的吗？我不好意思跟他开口。 哦，确实不好开口。你这一开口，以我哥那刻板性格，得先把你整进族谱再说。说什么呢？我是觉得你哥是老板跑得快的规矩，你到底能不能带我去看？你要是不能带我去看就算了，那我走了啊，我走了啊，我真走了。哎哎哎，别嘛！上次你救我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嗯，我带你去看。再说了，进族谱这事儿。 怎么这么像我？是不是很神奇？当初我也没想到，竟然真的有跟小仙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你可不知道，这仙女简直是我哥的缪斯女神。她从小就是因为这仙女才学习雕刻的，没想到现在你又出现了。你一定是仙女下凡上天派来救我哥的。救你哥？ 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哥车祸后就不能雕刻了，可是听少杰说，自从遇见了你，他又能握起刻刀了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小仙女。所以啊，叫你小仙女也没错，你简直就是我哥的第二个缪斯女神。原来，我也成。 我会坚持下去，但你也要一直留在我身边，好吗？你不是说要帮我恢复雕刻吗？你不在，我怎么恢复啊？顾延成，原来那不是你的表白，原来你不是喜欢我，只是需要我而已。 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为什么？顾总，你就这么舍不得我走吗？那我倒是要问问你，为什么非要让我住在这儿？不是说好了，杜管家回来之前你都得在这儿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惹你生气了，别走好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偏偏得是我呀，顾延成？让我来帮你说实话吧。
你让我留在这儿，是因为我和藤田图里的仙女长得一样，因为我的存在能让你重新雕刻，是不是？看来我是说中了，对不起，顾延城，我不想傻傻的当你的什么工具人，我不能再陪着你了。仙女藤天图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也不是什么工具人。那是怎样呢？难道你要告诉我，你跟顾爷爷把我留在这里不是因为那张图吗？不是因为我跟那张图里的女人长得一模一样吗？是因为你们长得很像，可绝对不是因为利用你，而是因为故事的祖训。故事的祖训？对，故事的祖训让我们找到这画中人，并且守护他。顾远城，我是荀宇轩，我不是什么画中人，我不需要你的守护。顾总，我现在正式的向你提出离职，明天我就去办理交接手续。现在请你出去吧，我要收拾东西了。上车吧，这不好打车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送你吧，这样我也放心些。老天都不帮我。上车吧。谢谢顾总，晚安。俊轩，你怎么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？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面试过了，免试入职。挺好的，加油！我先去睡了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也不对呀，平时都是他欺负别人。这里暂时是你的工位，我是编辑赵琳，
实习期间由我来带你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。请多关照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关照你的。嗯，那赵编，我现在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，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？咱们杂志社马上就要周年庆了，这是嘉宾名单，你呢就按照名单帮忙把邀请函都填了吧。可是我的工作不是摄影师吗？你是实习生，哪能一上来就做重要的活？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知道吧？哎，林姐，我见你给刚来的实习生安排写邀请函去了，你可太厉害了。不然呢，我留学回来可不是要给那位大小姐做这些小活的。哎，她怎么不让行政部的人去写啊？人家大小姐说了，行政部人少，负责周年庆活动啊已经饱和了，而且咱们邀请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交给他们怕有纰漏。最后还来了一句什么手写的更有诚意，哼，要有诚意的话他怎么不自己来？人家毕竟是 TB 集团的千金公主嘛，他真以为自己有能力呢？要不是有个掌控 TB 集团的老爸，谁理他呢？是吗？恭喜你被开了，去人事部领补偿吧。为什么永远看不到我的努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林总，林总，你是谁？林总你好，我是公司的实习生，我有事找您。你是公司的员工？对，我是公司的实习摄影师，我叫姚远。我警告你，刚才看到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，一旦被我发现有人议论，你就立马卷铺盖走人。林总放心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刚才听林总的豪言壮志，很是佩服。既然林总您把带我的人给开了，那您能不能直接带我这个实习生，我好跟您学习学习？你倒是个挺会把握时机的人。林总您过奖了，所以您的答复是？好，成交。这次周年庆你就给我当助手吧。谢谢林总。这个就送给你了，以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朵旁边，听听大海的声音，这样心情也会开阔很多。
喂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回去是让你哄小仙女，怎么她现在气得都来办离职了？你赶紧回来，我先帮你拦着啊。不用了，她现在应该不想见我。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一时说不清楚，让我自己想想。公司的事情你先帮我处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非得是我呢？顾彦成，顾彦成，我来帮你说实话吧。你让我在你身边，是因为我和腾天图的仙女长得一样，因为我的存在能让你重新雕刻，是不是？这话就被你喷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慧心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慧心，我觉得我已经要病入膏肓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吗？你跟我说，哪不舒服？雨轩，你就别再想那顾彦成了。这天涯何处无芳草。走吧，你的芳草现在在外面等你呢。走走走。你们啊，就好好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拜拜。
你离职的事我听说了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我可以再找的。是啊，我认识的荀宇轩呢是战无不胜的，不过在我面前就不用逞强孝顺了。白斌，我真的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，你是专门来安慰我的吗？你对了一半，我是专程来邀请你当我今晚的舞伴。舞伴？嗯，你一直在大花店啊，慧心也担心你，不如跟我去舞会散散心怎么样？我跟你去不合适吧？合适？怎么不合适了？快去吧，你再在这儿，这花都被你祸害光了。你要怕不自在，慧心可以跟我们一起。真的？你能去啊？雨轩，你去嘛去嘛，我也想试试礼服，见见世面，去嘛。好了，一起去吧。嗯。欢迎光临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他们说你找我，我跟慧心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随时出发。我有样东西想送给你。什么？我想把它送你，想很久了。这个看上去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的。雨轩，我知道你只把我当朋友，可我不是。这只簪子并不贵重，只代表我的心意。因为从我买它那刻起，就只想送给你。白斌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更不能收了。雨轩，你不要这么急的拒绝我。能和你说这些话，我等待了很久。我不要你马上就给我回复，我希望你可以慢慢的考虑，好吗？我可以等的。
怎么了？顾夜成怎么也在？顾总是在等我们吗？女士们可不能受凉，我们先上去了。慧心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有些人啊，就爱玩弄别人的感情。可惜呀、啊，我们雨轩人美心善，有的是人喜欢。哎，我跟你们不熟，说太多了，走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，老大？大家来到 TB 杂志社周年庆。TB 杂志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离不开广大读者的支持，更离不开在座的各位对我们的帮助。希望未来的一年也能有你们的陪伴 ，TB 也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杂志来陪伴你们。感谢大家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周年庆，谢谢你们，我的朋友们。酒会正式开始，大家随意吃喝，一会儿要尽兴跳舞哦。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给我几分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。好的，你们俩。少吃点吧，会胖的。我吃我的，胖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关键是这酒会上的东西不好吃。说起这个，你好像还欠我顿饭吧？要不然，你现在请我？好啊，我现在请你，走吗？走就走，不宰你一顿，誓不为人。走。顾彦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干嘛？怪吓人的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问这个干嘛？
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思考，等我想好了以后我再给你答复。我也喜欢你，我喜欢你那么多年，我那么优秀，为什么你会喜欢别人？为什么你不喜欢我？林总，怎么又是你？每次我狼狈的样子都被你看到。三杯通大道，一醉解千愁。我爸说过呀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喝酒解决不了。今天应该是你开心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喝三杯，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忘记，好不好？Cheers。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我这到底撞的是什么桃花运？要么一个桃花都不来，要么来两个都莫名其妙跟我表白。老天要不要这么玩我啊？雨轩，你没事吧？是不舒服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没关系，他们又不会把我吃了，我还是要勇敢面对。你没事吧？我很好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慧心呢？啊，他说有事儿就先走了。嗯。这个慧心。薰雨轩小姐，你愿意跟我跳支舞吗？不好意思。他今晚只能跟我跳舞。第一次我遇见你美丽的脸孔，眼神中有种魅惑，瞳孔闪烁。可以给我答复了吗？喜欢上你那天真帅气的笑容，情到就
徐宇轩，没关系，放松，没关系的。雪雪